玩马卡丁啊，不会玩啊。主播，你有玩过这只吗？当然有啊，不用紧张啊。我就是最敢下来的那一只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我觉得这很强吧。五星冰鸟。但你娘昨天做梦梦到这首歌，还想说是哪边听来的，原来就是你。肯定不是我啊，我今天才听这个的。你知道我对你。我知道啊，你听到的就是这一首。你听到的是不是这一首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像我这种主动。哇，达瑞斯你也懂？怎么有你懂？对面还是很强的呢。只能苟到二十分以后啊。你确定你扛到二十分钟打得赢？这个对局要大概到怎样才好打？有 jungle 来两次会比较，来一次不够，两次就可以稳一点，不然就是要等到十一等以后，就是直接不跟他对线。你说直接洗兵哦？对啊，他那只洗兵很慢。那你连下局不就是没得打的意思吗？没错，所以是从头到尾都没得打。大后期可以啊，但是要打后。三项手套打不赢吗？如果平局的话，应该可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站着 A 然后技能全吃那一种，没有神奇操作那一种。可是他坦肯奇不需要神奇操作也就很难打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就是有机会但不确定。有啊，这样就有得打啊。还在挂机还敢打字啊。小兵那个瞎巴瞎子乱 A 谁啊？哇！屁呀，这么晚。我算他点名大小啊。蛇皮走位，我刚刚还以为转到比尔森的台主播的角色，池真的深如海沟。鼻屎深。哎，大哥，他已经交掉了。啊、我怕他被杀啊，那冰墙不要让截图出啊，我帮不了他、啊、没有伤害了、啊、好啊，这样六等赚他一个大学还不错啊。这几个冰鸟不是要有五个硬币才能得出来吗？你怎玩得跟葛雷夫一星一样没用啊？啊，这么夸张，一星不会没用啊。主播这个兵线的控制下人都不敢跑线。Double kill， 神奇兵墙。你什么时候有这只隐藏角色的？还敢下来啊？台服法王太夸张了吧？冰
脸上开洗。50下去了，没什么好怕的，我们已经把塔吃掉了，太好吃了。看他还敢跑哦，别介了，塔皮都快掉了他还敢跑，怎么没人啊？哇，那么多人啊！在主播的身上学到，只要对有事功能而强如鬼，人都没办法扛。哎呦喂啊！大嘴差点把我刷成狗。蛇皮走位，蛇皮，肯奇怎么不见了？受不了了，被我按下去啊！和血外挂跟走位外挂一起埋有比较便宜吗？八折。请问这冰鸟是外挂吗？为什么？这么多人？救我啊，我还有蛋啊，兄弟。你为了杀我一个人是怎样啊？欠钱是不是啊？敢又让这 AD 削到了，操，敢掏了一个四杀又挖了一层塔皮。欧印就为了杀你，这根本就是职业选手的待遇。完啦！中国长城盖起来的墙，太神啦的墙！主播够了，把外挂先关了，这把硬跟稳了。九点二冰鸟怎么有选青天白日造型？我没有这个造型。还敢下来呀、啊，冰鸟？你怎么可以这样直接闪现啦？他作弊啊！看这些臭鸡真的是很贱哎，不然被我卡住是直接闪现，操！敢不敢不要每次都用闪现搞人？砸啦！砸啦 ！AD， 你老帅啦！哦，还不回来？哇！这些人都这样子硬上的，到底是想怎样？哇，不回来守的。想要干这胶伞有什么屁用啊？胶伞不要死。What's up, man？黄坤，
要，杰哥不要。我撑住啊，我来了。我还要往前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真的可以。哎，妈，这么凶！300块！哎，有点感谢。哦，小皮皮鸟的皮被抓到了！耶，他怎么会往下勾呢？他是不是换人玩的啊？看他的那个勾的位置怎么不一样了？干的皮又被逮到了，操！中国长城的墙，操嘞！鸟皮纳鸟，想关你就关你。